你们由西往北，横着往里打，首先要切断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联系，然后把坦克放进来收拾他。向前走，别退后，同胞被屠杀，土地被强占，我们再也不能忍受，我们再也不能忍受，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，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，同胞们向前走，别退后，用我们的血和肉要砍掉那敌人的头，牺牲一到最后关头，牺牲一到最后关头。你们又上来了！
坏了！娘的，非把这王八炸了不可！我去，把手榴弹都给我拴上！爷们儿，学着点啊！孩子，逢年过节别忘了在我坟头上烧张纸啊。营长，营长，敌人的进攻被我们打退了。再过30分钟，咱们的援军就要打响了。告诉弟兄们，打完仗，我请大家喝酒。已经超过4个小时了，可援军杳无音讯。我们已经固守了7天了。昨天晚上我派1个团增援庄内，今早撤下来，只剩下10几个人了。李长官，请你看在你我弟兄们的面子上，让我们暂时撤到运河南岸，给我们2集团军留点种子吧。我们全体弟兄感您的大恩大德了。方鲁兄，现在撤离阵地，阵亡将士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吗？你把预备队全都用上，务必坚持到后天拂晓。仗打到这个份上，哪还有预备队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我现在悬赏10万大洋，你把后方凡是能拿枪的人全都集合起来，组成敢死队，谁敢临阵退却，杀无赦。好好，我服从命令，直到整个集团军拼个精光拉倒。报告总司令，官兵们说部队伤亡太大，闹着要把部队撤下来。敢？谁敢？混账，传我的命令，当兵的打光了，军官们填进去，大家都填光了。
老子就来填。